啊，叶兰小姐，欢迎光临。嗯，现在怎么当收银员了？缺钱了？是的，所以我来这个超市打工。您需要买什么就放到这里就可以了，我会跟您结账的。Later。哎，工作真是辛苦啊，下班吃点好的，犒劳一下自己。旅行者，结账。一个棒棒糖吗？一共是20魔了，您是现金还是刷卡？嗯，可是我都没有带哦。都没有？我身上有一些贵重物品，不知道是否能抵账呢？那就要店长来看看了。话说是什么贵重物品？旅行者这么想看吗？是我恰巧有些多余的宝石首饰哦。哇，看起来很贵重的样子啊。哇，这个宝石色泽圆润，通体透亮，简直是宝石中的极品，这种宝贵物品真乃实属罕见。店长真是好眼光呢，这么激动，看来真的很值钱。请问叶兰小姐买了什么东西呢？要用这么宝贵的首饰抵账？一个棒棒糖啊。本店可能找不开零，不知道是否可以。谁说找不开？我看这个收银员就挺值钱的。哎，我？哎，好的，已经给您找零好了。叶兰小姐要不要打包呢？当然要。等等，发生了什么？哎哎，需要我帮您扛回去吗？那就不用了。欢迎下次光临哦。叶兰小姐，有话好说，你放我下来，我只是个卖货的。叶兰小姐，您干什么？我只卖货啊。叶兰小姐，叶兰小姐。